五种鞭炮挑战五斤多的铁碗起飞高度，尤其是最后一个，它的高度绝对超乎你的想象。第一个，先给它来上一个开胃小菜，开始点火。直接一顿噼里啪啦，这也太过瘾了。咱们看一下什么情况。我去，这炮皮也太漂亮了。第二个，点火。第三个，直接给它盖起来。来，第四个，大鲨鱼。第五个，不要眨眼哦，开始点火。我去，这高度属实有点厉害呀。咱们来看一下铁碗怎么样了，这个高度飞下来一点变形都没有啊，太牛了。